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鸡饭，怎么灰偏偏？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啊，突然想吃焖红薯了，弄点焖红薯吃一下啊。放在土灶里焖红薯啊，超级好吃。记得小时候就经常喜欢吃焖红薯，嘿嘿。这个竹棚这样弄起来还是蛮好的啊。哎，我们把这个红薯啊放土灶里慢慢焖啊，那会好吃一点。哇，好香啊。哎呀，有点焦焦的香味啊，可以了。哦，那钱不够不嘞？你看这边都焦了，焦了更好吃，香香的。哇，天气冷啊，吃点这个
蒙古乳啊真的不错，吃下去暖和多这嘴换不起，对，哎，我妈的菜哪来多点么一家嘞？不是家里面没啥嘞，这一堆还可以。这玩没心。那带什么汤带呀？鸟园汤那个了嘞？是不鸟园？给你做鸟园汤啦。不是叫一包的个？哎，都做一包子哎。我那怎么过分叫嘞？就过分哪搞的？嗯。哎呀，大哥有没得了？啊，这也不。你躺在房有吗？哦，等等，宝宝这些。哦，对嘞，关注这个，关注这个。这个。嗯，对。蛮暖的啦，蛮旺的。旺嘞。嗯。宝宝加油啊！嗯。好点吗？哎。几万只了？嗯，远远的。远嘞。就俺们妈没看到。鲜多鲜嘞。嗯。嗯。店里头用油漆都有发火不？油漆纸。哎，刚刚用多么啦？这万不，妈妈嘞。火啊耶！嗯，我也多要用啊嘛，有些把它油油滴滴。他妈的，这毛都着着火了，好火的毛。我吃那个毛毛的火。喂，你呀，你久久回家。嗯，明天个，宝宝也发点来噻。嗯，那忙啥？嗯，那段时间没多点那个嘞。嗯，那段时间俺们蛮辛苦的，想不起什么吧？是吧？那行。哎，嗯，衣裳那边嘛，那个。宝宝，你觉得抢那是不要的，是抢那不管。嗯。